如果有一天我走了，你会像马达那样找我吗？会啊。会一直找吗？会啊。你撒谎。他说就是住在附近的一个疯子，每天都骑一辆旧的摩托车经过我的阳台，说他一直在找他以前爱过的一个女孩。出多少钱换我？45万。我占便宜。去哪儿？我要是跳下去了，我会变成一条美人鱼来找你的。我是马达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我不记得了。